神唐嫣结婚生子以后沉寂了一段时间，《恋云台》算是她全面复出的第一部古装大作。原本定于今年七月份在网络平台播出的《恋云台》，不知何故突然延期，错过了暑期档的大热期，颇为遗憾。不过唐嫣反而可以松一口气了，据说《恋云台》已经敲定于2021年腾讯首播，届时各位可以一睹为快，故事恢宏，主创团队星光熠熠。早在2019年，《恋云台》剧组就释放了一些物料出来，引得一片关注。《恋云台》改编自蒋胜男的同名小说，这位大美女最经典的代表作是《芈月传》，同《芈月传》一样，《恋云台》依然是一部大女主剧集，讲述了大辽萧太后传奇的一生。萧太后自幼聪明机智，敢作敢为，她出身高贵，是燕国公主的第三女，嫁给辽景宗耶律贤后，辅助夫君将大辽治理得有声有色，最终登上了太后的宝座。萧太后的人生走向和芈月十分相似，二者都是女性政客的代表，就连个人情感也如出一辙。芈月在嫁给秦惠文王之前与公子歇情投意合，萧燕燕在嫁给辽景宗前与韩德让私定终身。话说编剧蒋胜男真是对大女主的小说情有独钟，他笔下的两个女人都这么霸气，除了部分观众是冲着唐嫣的大名之外，主创团队的阵容也是万众瞩目的重要原因。佘诗曼在剧中扮演唐嫣的姐姐，金超扮演男二韩德让，窦骁饰演男一耶律贤。此外最近红得发紫的刘奕君、刑侦达人宁理都赫然在列，实力强大的配角团队加上流量不低的男女主角，这部戏未播先火也在情理之中。遭遇最强女二佘诗曼，唐嫣招架得住吗？唐嫣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女演员，虽然毕业于正儿八经的中戏表演班，但却是靠选秀出道的。2001年，唐嫣参加舒磊世纪星选美比赛获得冠军，后来被张艺谋选中，参与了雅典奥运会开幕式《中国8分钟》，由此出道。观众熟悉唐嫣，开始于《仙剑奇侠传三》，紫萱一脚奠定了她在观众心目中的位置。随后，《夏家三千金》和《以笙箫默》的热播，助力唐嫣在娱乐圈大红大紫。出道近20年，唐嫣不可谓不努力，只不过美则美矣，这演技嘛，似乎一直也没啥实质性进步。粗略地浏览了一下唐嫣接拍的电视剧，角色定位多数为傻白甜偶像剧，且以古装戏居多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去形容唐嫣的演技。不知道木讷这个词各位认可吗？看唐嫣演戏，不论什么样的情节，她说表现一直像一杯白开水一样温吞无味。大喜大悲这种具有冲击性的场景我们几乎看不到，或许是颜值拉低了观众对唐嫣的演技期望吧，只要她出现美就行了。1983年出生的唐嫣今年也有37岁了，作为一个中年女演员，唐嫣的戏路仍然窄得可怜。在与她同龄的众多女演员中，万茜已经算是电影电视剧全面开花，你好疯子、南方车站的聚会、新世界都算拿得出手的代表作，而唐嫣参演作品不少，质量却不敢恭维，似乎唐人那衣钵里的女明星演技都不咋样，包括杨幂、刘诗诗，美则美矣，作品总是没嚼劲。难道这么多年真的只有年纪在增长？这一次唐嫣遭遇佘诗曼，女主光环恐怕不保。佘诗曼曾经可是 TVB 当家花旦，演技一流，还记得金枝玉孽时期，初出茅庐的佘诗曼就已经演技了得，到后来延禧攻略原地黑化，把吴谨言秒成了渣。佘诗曼的气场之强大，演技之精湛，是唐嫣无可匹敌的。不厚道的预估一下，靠着主角光环续命的唐嫣，恐怕要在《恋云台》里被秒成渣了。剧集播出以后，网友对于唐嫣演技的诟病只会愈演愈烈，演技是天分，非努力可得。演艺圈里不乏劳模，杨幂也好，杨颖也好，他们参演的影视剧作品不少，可这么多年过去，杨幂也仅仅一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拿得出手而已，杨颖呢？不予置评。努力就能把演技收入囊中吗？不认同，演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天分。
后天努力只能加持。人家赵薇和周迅对于演戏总是有一套自己的处理方式，所谓灵性也只是在拍戏现场的灵感迸发，与努力没有直接关系。孙俪很努力，也一度获得过演技过硬的称赞，可是看多了你会发现她的演技只是被努力包裹着的用力过猛而已。我不太认为唐嫣的演技会有质的提升，毕竟祖师爷赏饭是有门槛的，但唐嫣作为一个女明星，即使演技略低也不会影响她目前的红红火火。代言综艺只要她的热度还在，就会源源不断涌过来。只是如果唐嫣想有长足发展，真的得考虑一下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，毕竟到了40、50岁还没演技的女明星，星途暗淡。